好的，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 GPT Duo 的一个内测机。啊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重量，找了一个电子秤，大概来称一称。跪下零，2284克。那么这个是一个整机的重量，没有算充电器啊。然后我们看一下附赠的充电器。一个不可折叠插头的一个氮化镓充电器啊，功率的话是100瓦，206克，加上附赠的这个数据线，充电线，261克。那么整体的话，2547克的一个整体重量。当然，这个充电器的话，后期可以大家自己考虑买一些比较小轻一点的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机器的一个外观，这个是正面啊，可以看到这顶上，我还不确定它现在这个是塑料还是金属呀，等会儿我们再看看，先看看它大体的一个效果。这里有个支架啊，我一个手拿的效果，然后拿一台 GPT Mini 来做一个比较，啊，Mini 的话就一巴掌大，这个的话还是。13寸的话还是差的蛮多啊。这是 A 面，算 A 面吧，姑且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侧边的话，这有一个电源键，两个 USB，这两个 Type-C 的接口，有个是 USB 4，还有一个 SD 卡的插槽，应该还有耳机口，还有一个复位键，这里还有一个音量键，这个音量键和它这个 Type-C 应该是用来。给上面这个屏幕单独输入和调整用的。底部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底部，有 3C 的标识，CE 的标识，认证做的挺多的。这里是两个风扇的入口啊，它俩是不对称的，一大一小，可以看到啊。好，我们来打开它的这个盖子看看啊。说实话，它这边有一个大转轴，这边有个小转轴。我当刚拿的时候，我还给我搞懵了。哦，这里还有一个 OSLink、UNCLink 的接口，还有一个 HDMI，还有一个 RJ45 啊。打开看，打开以后的话，基本上这个键盘面，这里有一个麦克风。啊，这个手感挺好的。这个触摸板它是没有机械的，它下面是没有按键的，是一整块硬的。我们待会儿看看它是靠什么反馈屏幕，然后从这儿打开。哎妈呀，这个屏幕！得把后面支架打开了，它不然真撑不住的。可以显然，这上面是会更重的。如果不撑住的话，就会像刚才这样。哎。OK，是可以这样子翻过来折上去。我看一下这个折叠过后的这个效果，是一个带弧度的 S 型。那咱们来把开机开一开。看看啊，好的，现在是把它给初始化成功，然后并打开了，可以看一下这个。现在我必须得录竖屏才能把它给录下来，好长啊！300，差不多长度有400这个地方，太长了。然后这个触摸板，这个触摸板挺神奇的，这个。这个触摸板它应该是跟那个 MacBook 上的那个类似啊。你看我这样子按，它是有那个反应的。
我如果用那个支架，就是不导电的，按不动的，说明它是靠有电容来感应的啊。是的。然后我看看它这个触摸，两块屏都可以连续触摸，非常不错啊。打开一个计算机，我能给滑上去吗？哦，那应该是不行，还得用这个触摸板，这样子才可以啊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后续的体验那个就放到后头，先拆了再说。好的，准备开拆。我们拆开看一下它的那个更换 SSD 保养啊什么之类的，还有一些做工方面的一些大概的一个情况，以及材料用料，欣赏一下。首先我们看一下底下这个脚垫，哦，这个脚垫应该是双面胶粘的吧？这么结实啊！脚垫是用的 3M 黑胶粘的呀，怪不得这么紧，我扣半天才扣下来，挺好。这个脚垫的话耐高温，不怕高温，所以说不容易掉。那我们来打开后盖，可以看到后盖上的螺丝我已经能看，周围有这一圈啊，1.6的螺丝，这应该是1.6×4。后盖我们把它打开。顶部的话有两个加强的，一样的规格。然后的话，一共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把它打开，后盖就可以卸下来了。等会儿，这个地方会为什么有点卡？好像有点扣子会卡在这儿。好，我们打开后盖了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我靠！这不会是一块黄铜板吧？我丢，这还真是啊！这么大一块黄铜板在底下，黄铜还是蛮重的啊。然后塑料的话，这个后盖的话是用 ABS 塑料的一个材质啊。可以看到这些顶针是一个注塑膜出来的东西啊。那么我看到这个地方是后期，应该是专门修了一道吧，因为我这个是工程机啊，工程测试机，工程内测机，它这个跟最终的成品量产机不一定一样，我们先大概看看。我们看下这个后盖有多重啊，因为我看到这上面有这么大一块。这个铜板，我估计它就不会轻了。256克啊，这个后盖这只是一个低壳，所以说我感觉它刚才有点弧度啊。它虽然锁紧螺丝，它可以把矫正，就因为这个铜板它是应该是粘在上头的。好，我们把后盖拿开，我们来看一下里头的内部结构啊。电池是一个80瓦时，然后是4串，3.87伏的高压电芯，这个很好啊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源接口在这个地方，哎，而且我这个是两个 SSD，你看这边有一个，把它断开。哎，这个我先把这个 SSD 拆下来。SSD 螺丝规格可能是1.6，也可能是1.4的大平头螺丝。我先看一下这个电怎么断啊，把这两个 SSD 的插槽拆下来啊。
是硬拔的吗？好，是硬拔的，拽着这个线往下一拔就好了。咱们先把这个电池卸下来，电池可以看它旁边是一圈螺丝给它围着的。电池用了1.4螺丝了，1.4的话，那么就是跟 GPT Win Mini 上面用了很多电池，那个螺丝是一样的。咱们敢放在一旁，可以看这个电池就是卸下来以后啊，底下有这个喇叭的一个双绞线，咱们敢避开，看一下这个电池，它单个电芯，我摸一下。应该是跟这个方块一样，看它这个贴纸啊，把贴纸撕掉看看。好，撕下来了。我们看单块电芯容量啊，5320毫安时，3.87伏，这个是一块的。可以看到中间这一块的话是没有东西的，它是一个保护板。当然，我觉得它这个容量肯定是能够再提升的。为什么没有提升？我觉得应该是考虑到重量的一个问题。咱们来看一下这个电池的重量，贴纸都有2克。电池320克，电池是不轻了啊。我看一下这个保护板有多大啊。啊，算了吧，不拆了吧。这个地方其实这个保护板它这个尺寸多大，就是根据设计而言，它能多大也能做小，其实这个倒无所谓了。那么把电池给它放到一旁，提升容量的话就是中间保护板做成一小条，很细长很细长，或者说做到顶上，因为没必要了，不然太重了。那我们来看底部的内容啊。刚才我所说的这个触摸板，我等会儿得打开看看，它的上面居然有这么多的接口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但是只用了这一个。说先不管，我们先从能拆的地方拆着走。这是喇叭 box 吧？两个螺丝啊。天哪，这个喇叭 box 也太大了吧。顶上这一块是注塑加强，它实际上的 box 在可以看到是实心的这个地方啊。OK， 两边都是，这个喇叭有多重？23克。好，喇叭 box 我们放一旁。这两个有个磁铁，对对对，这个是磁铁，这个磁铁是该放在这干什么的？应该是某个霍尔传感器的一个检测，让我们看看它是干啥的。撕掉这个网卡上的一个保护贴纸啊，放一旁，它是用来防止这两个 IPX4 的一个接口的一个掉落。然后我们来把这个触摸板卸下来啊，因为我对这个触摸板还是挺感兴趣的，它这个。触摸板可以看到这个触摸板的 touch 排线啊，从这儿过来了，双面胶贴的延长到了这个 M2 旁接口这个旁边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底下这个键盘排线，那么插到这儿也是通过一条转接排线延伸到这个主板上。咱们先把触摸板卸下来，可以看到触摸板上有一圈螺丝，看到螺丝就卸。这里面做工我觉得还是蛮好的，挺精良的。好，都取下来了。这个触摸板是个模块化的啊，可以看到这里面有这些接口，用的是这一个。我看它这个震动反馈从哪来的呀？
啊？直接就靠这玩意儿整成方块？而且这个磨砂的质感很好哎。好像是玻璃的啊。但是我没看到它的整栋整圆是从哪来的，我们先往后猜。这是个什么东西？这一块，暂时不知道是啥，好像只是，它也没有电路，粘上去的。好像是粘上去的，感觉像个配重块儿。这两片都是，应该是配重块儿啊。底下毕竟铝合金洗掉以后，它是非常的轻的，是铁的，应该是配重块儿啊。那先不管它了，粘在这儿了。这么是键盘的排线，咱们只需要把这个主板上这边给它拔掉就好了，拔掉看看。把这个主板排线给调开，主板上延伸到这个键盘上的排线，啊，咱们给它调开了。那么这一根排线的话就是触摸板的，也给它调开。应该是 iPhone C 连接啊，然后这边是一个天线，咱们把天线给拆掉。哦，还不好拆，现在它就被散热器挡住了。那么我们来把这个散热器拆解下来看一看啊，看这个规模，这个热管的厚度啊，不得了。卸掉风扇。两个规格一样。能拆下来吗？好像还不行啊。小风扇卸掉，然后再卸大风扇，规格是一样的，放在一旁。那我把这个散热器拆下来，核心有四个螺丝进行一个固定。然后顶部这个均热的地方也有螺丝固定啊，咱们给它卸掉。还有没有螺丝？抬一下看看。很显然啊，这个风扇是要拿下来的。我看一下，为什么？哦，拿起来了。它这里有粘胶，所以说我们不好拿下来。你可以看到，粘的是泡沫胶。风扇型号我们来看一下是用的多大规格的，5伏0.53安，一个小风扇啊，把这个螺丝卸掉，这一块的话就卸完了，看能不能给它提起来，好像还不可以啊，我们再检查一下，确定它没有螺丝锁定了以后，我们再尝试给它抬起来。好，拿起来了。OK，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散热器的一个设计啊。它底下因为是粘的这个泡沫胶，看到没有？还是 EVA 的。这个大风扇的话是鼎瑞科技0.5安，跟 GPWin4 上的那个是一样的啊，一个型号。这里是一些硅脂，然后这里放的硅脂垫，但这个硅脂垫。稍微小了一点，好像没有覆盖到这个电感，先不管它啊。但是这个热管真的是又大又粗，我们来看它的规格。差不多是一个11毫米宽度的厚度了，2.6厚度啊，
所以说这个热管的导热率导热效率还是很高的，而且它是两根，这边鳍片大一些，这边鳍片小一些。鳍片的材料是，这次用的不是铜鳍片了、啊，是铝的，可以看到，铝镀镍的一个鳍片，也应该是为了降低它的一个重量考虑的一些地方。铜鳍片的话，要用大风量的风扇，效果会好一些。那么这些辅助散热的，可以看到它是靠这个地方啊，这里啊，这一小块，然后这里是一个亚铆连接，然后这边的话是焊接的，把它固定上去。散热器我们后面再测试，现在先放在一旁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就是那个 AI370 的一个核心了、啊，咱们给它擦干净上面的硅脂，看看啊。哇塞，这么大！好大一个核心。然后我看一下供电啊，这边都是那个 CPU 的供电。整体这个主板尺寸，我看看。接近200的100这样子，接近100，200的100，一个方形。然后这边是一个小板，小板上有接口，还有电源键 USB， 靠的这两个排线连接啊。卸掉这个天线，然后把主板拆下来看看。台线调掉，好，放到一旁。这边的话是那个平线拔起来，用的是这种插座，这种插座上面有个提手，挺好的，这个我喜欢。哎，这里有一根啊，可以看到，因为它是两个屏，双屏，所以说这边一个座，这边一个座，咱们给它放在一旁。继续往后拆，把这个主板的螺丝全卸掉。看，一二两个主板螺丝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七个，还有没有？八个，九个。应该还有感觉，哦，没有了，提得起来就是没有了。主板的背面很干净，一大片的麦蜡片给覆盖了，有效的保护这个主板。我看一下 PCB 板的厚度是多少，这个 PCB 板还挺厚的，1.3 的 PCB 板。这边是网卡，两个 M2， 然后这个 Uplink 接口的话是在主板上的，在这儿 HDMI 也是在主板上的，包括这个 SD 卡槽，两个 Type C， 那么这些都是在主板，主板确实挺小的，这么大一点点，放一旁，我们再往后面看。我们看到这个 C 面呢， C 面这个壳里面的话结构相对来说就简单的一些啊。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 C 壳，全 CNC 的，这个 C 壳是，这些都是 CNC 的，阳极氧化的铝合金，我刮了一下可以看到阳极氧化铝合金。把这个小板也拆了吧，可以看到这个有一个指纹排线啊，连在这个小板上，拆的时候要注意拔掉它，这两个排线也是拔掉。
那么这个小板就拆下来了，这里塞的电源键在这儿，指纹的话在这儿，小板我们就给它放一旁。把这个指纹排线的两边的这个胶垫给它拆掉，取下这个指纹模块，啊，这个电容指纹模块，两颗螺丝固定，放一旁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键盘，键盘这里是一个，我看一下，这是一个铁片啊。那么这个铁片的作用的话有几个，一个是用来固定这个 FPSD 主板，然后固定这个键盘，防止这个键盘按压的时候过软塌陷，那么它是起这样一个作用，可以看到啊，一二三四五，五个螺丝把它给固定，当然它也起固定主板的一个作用。我们来看看这个支架有多重，胶粘着的，给它撕掉。这个应该是钢材啊，不是很重，29克，钢制的好像是。嗯，上面压了这些螺母，用来固定主板。好，放一旁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键盘，这个键盘的话好多小螺丝啊，哇塞，这些这密密麻麻的这一片，哇塞，全是螺丝，小螺丝太多了太多了，这个的话我就不拆了，看到这密密麻麻螺丝我就头皮发麻。我们来看一下转轴，转轴是三个大的螺丝啊，用来固定，全金属转轴。C 面的话是一个金属材料，那我们来看看这个，这个盖子的话是塑料的，转轴盖是塑料的。我看一下，然后这上面这个壳屏幕啊，屏幕的这个外壳也是铝合金的啊， CNC 的铝合金，连这个小盖子都是铝合金的，这两个小的就是这上面两个屏的转轴的一个保护壳，它也是铝合金的，我摸出来了。底下这一块的话，屏幕的壳也是铝合金的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屏幕的一个支撑的一个支架，这个支架的它不是那种无极的，就是两个极，你抬起来要么另外一个状态就是关下，里面应该是，我找磁铁啊，这里有一个磁铁，是磁铁还是，是个磁铁啊，这个地方这个磁铁应该是用来触碰霍尔的。那么这一块里面是硬的，有可能是铝合金板，也或者说其他的不锈钢之类的，反正就是非磁性金属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转轴，这里能吸住，这里能吸住，能吸住。那么它是一个三段式的，就是这个阻尼在这中间三个地方，其实我这样看得出来了，这摸着过去就是有转轴的地方是下陷的。OK，那么其他的地方就是那个转轴的一个轴心。嗯，整体的铝合金用料还是很多啊，我们现在看它有多重啊，我们拆了这么多东西，主板电池都拿下来了，这还是很重，仍然有1365克，现在只是一个 C 壳加键盘加两个屏幕。咱们来继续拆，
这两个平线的话是有这样一个保护的一个贴纸啊，这边也是用的是这个高温胶带贴住的，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拆的东西，我得研究一下它的结构。看一下这个转轴盖是怎么取下来的。我靠，这个转轴盖跟 GPT 问迷你上好像啊！我找个拨片，太像，用拨片拆解。OK， 结构、安装方式是一模一样的，只是说它大一点啊，就是跟那个 GPT 问迷你那个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这一条是一模一样的，放一放。来看一下转轴这些结构，三个螺丝，连转轴的这个结构都几乎有点一样啊，挺好的。那么拆卸方式的话，我看看啊，两边都是有排线，排线的话是额外穿过去的，它不是从轴心穿过去的，所以说跟排线没啥关系了。那么我们只需要把这几个螺丝给卸掉，就能够把屏幕拿下来。应该试试看，我看一下这个转轴螺丝有没有打胶啊？打了螺纹胶啊，又是高强度螺纹胶，但不是红色那种最变态的那种。哎呦，我操，有点紧了这个螺丝，要注意点啊！这螺丝稍不注意它真的就滑了。滑了就不好取。我就要看看它这两块屏幕到底有多重。好的，拆下来了，注意一下这个排线。两个 EDP 的屏线，咱们给它放出去。先背过来。嗯，缓慢的给它弄出去，免得把这个排线给破坏了。看看，好像不把这个东西弄出去，这个排线还不好拿嘛。哦，折了，把它折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出去。啊，折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那么这是 C 面键盘面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重量。 C 壳加上这个键盘376克。好，我们看两个屏幕，这一块真的拿着就是成熟的，983克，就俩屏幕加外壳，连转轴都不在上头，这个转轴两个很重的金属件还在 C 壳上，所以它这个大多数重量啊，基本上就来源于这俩屏幕喽。确实，那基本上整体的拆解到后面也就没什么可拆的了。这上面结构其实也比较简单了，加热屏幕取出来，这种双面胶粘的屏幕拆解报废率是非常高的，非常危险。那么这个屏线呢，肯定是有一根从这个缝里面延伸，从这两个转轴某一个地方穿过去了，穿到这上面。那这里的话是一个摄像头，这个铝合金的壳子倒是做的挺好的，可以看一下啊，阳极氧化着色的。我这个测试机转轴好像有点毛病，它合到一起之后会这样嘎吱嘎吱叫。嗯，希望这个后期应该会改进一下的。那么整体拆解就到这个地方，可以看到拆了这么大一堆东西，我再来慢慢的给它装回去。